先戴上放大镜，再把鼠标箭头设置成最大码，快和手指头一样粗了。最后打开放大镜调到200，看得更清楚了。这样就可以开始搬砖了。是基因突变引起的先天性的眼球震颤，眼球震颤又引起了弱视。我之前干的是那个居家客服嘛，然后后来那个出点状况，然后现在准备就是在学手艺嘛，准备开个小店。我面试还挺多的，因为像我们眼睛不好找工作真的挺难的。可能挺幸运的吧，就是我找的基本上每一个工作，然后可能老板都比较善良吧，就知道我这个情况还愿意就让我过来试一下。就很感动的事情太多了。早餐店，其实我觉得我这种先天性的其实还心里还好受一点，像那些后天的就本来看得很清楚，然后后来看不清楚了，这种落差很大的。就像我本来就看不清楚，我也不知道看清楚是什么感觉，所以我心里也没有那么大的落差嘛。